听我的话，你把这台车收了之后，我们把那件拆掉卖，你就发大财啦。不然我来告诉你什么叫零整品最高物品哦。好啊。拆车应该可以卖超过这个钱吧？拆什么东西？这个零件不是可以拆开卖吗？是什么灯啊、方向盘啊，拆一拆卖一卖。我是中古车行，我不是报废厂，我们是没有在拆零件卖的。那难怪你不会赚钱啊！你现在听我的话，你就是把这台车收了之后，我们把零件拆掉卖，你之后后面的车都照价去卖，你就发大财啦。这样怎么会发财？这零件卖一卖不是都可以超过车子的钱吗？你讲的是零整比是吗？对啊，我想说你一个做二手车的怎么可能？没有，做二手车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东西的。零整比的意思是说，整台车的零件卖掉会比赛车的车价还要贵。对啊，我就是看中这个我才把它买下来的啊。你这个到底要怎么拆？你这几千的零件你到底要怎么拆？你会拆吗？我不会啊。我也不会拆啊。我以为你会。好，就算我会拆好，那你要卖给谁嘛？你要卖多少钱？这个原厂的是全新的，你这是中古车，你这零件不可能照原厂比例卖嘛。那我就便宜一点卖啊，可能就20万，那我卖个19万总可以吧？我们还有副厂件，你知道吗？那大不了就五折卖掉啊，那加一加还是会赚钱吧？五折卖怎么赚钱？你全部都打一半怎么赚钱？至少赚个大头也不错吧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最简单的。啊、你说。这台车，如果假设我要锁在里面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破哪一个窗户？哪钥匙？你告诉我。是打前照要选车店啊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全车的玻璃就这一店最贵。不可能。这三角窗户跟这小片玻璃是很少人在卖的，所以它是最贵的，物以稀为贵嘛。你就连这个你都不懂了，你还想要拆零件来卖？所以我这台车会亏钱吗？我是觉得没有这样搞啦。你生意做那么大，你至少给我个解决方式吧。不然我来告诉你什么叫零整品最高物品哦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你这个人。这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不然你问他、啊，怎么自动没给我放？你自己把我扶他出去，那我也不要钱了。不要这样。那我们拿什么去问？拿我的财产，拿我们的东西一起去用。好，我留下来。你在车上没有经过小光头就卖掉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现在你家楼下牵车，不给我牵走呢。哎、欸，你他妈要不要告诉我一下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婚车卖掉啊？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你要解释什么？我不是故意要拦着你。为什么啊？我要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姐姐生病要花钱，她需要钱。她生病，那你不会找你爸妈帮忙吗？凭什么卖掉我们两个财产？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。还是要想办法，这是我的婚车，你凭什么卖掉？啊，不然让你接下来好不好？我先等你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吧。你刚才听到了，他凭什么卖我婚车？我现在退车，钱你给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钱给他，可是你给我啊，因为这是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啊。这我要清楚，毕竟这台车上面就是老我名字，我直接过来我这边是 OK 的，他不应该卖掉我们这台车。对我来讲，我就是买卖很单纯的事情而已，要拿走也可以，只是要想要给我。那现在要怎么处理？先等老婆来可以吗？嗯，你还是要下来哦。你把我婚车卖掉到底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什么用啊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婚车卖掉啊？啊？那我姐姐需要有钱。因为你姐姐，我上次已经给过你一笔钱了。婚车卖掉，那我们还要结婚啊？要。要怎么结？来把钱退我，然后我把车子给你们，这样我们觉得怎么样？那你们干嘛？对啊，没办法退。为什么没办法退？我已经付了150万出去。怎么自动没给我退？你付一百五十万出去，那婚也不要结了。不要这样。那我们拿什么去问？拿我的财产，拿我们的东西一起去用。好，我觉得你先，不然就我们去家里聊好不好？好尴尬。好啊，那怎么办？对不起。现在怎么样？对不起。嗯，我卖多少啊？还有50万。你买多少货吗？我们两个2000了。那我给你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不可能原谅你的啦，买别人的财产，我们以后还要买房子，怎么的？我觉得信任的。我们再慢慢走就有。不可能啦，我跟你到这样子，你就把我10万还我。我原谅你，你把我10万还我之后。我们两个是两清了，能好好过你的日子吗？那更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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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